预备，上！哇哦，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万圣节到了，为什么你们都要学蝙蝠倒立啊，博元？喂，大力马帮帮忙！什么万圣节？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们在练习体操的基本动作哦。哇，好厉害哦！竞技体操比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小鞍马大科学，加大旋转半径很重要。完美落地不容易，掌握放手时机，你也办得到。请锁定这期《生活里的科学》，让我们一起运用科学，进行翻滚吧！怎么在哭啊？没有关系啦，没事没事没事，不要哭不要哭，我在感动。哎，你感动什么事情啊？李志凯啊，李志凯他在那次四大运得到金牌，对。我想到哦，他这15年来为了体操这么的努力，完全不放弃，在2020年的时候还要去东京奥运为我们台湾再得下佳绩。对，想着就觉得好感动。哦，原来是这样哦，吓我一跳。哎，可是说到这里，我好像想到一个问题，可以来问问同学们。哦，什么问题？好，同学们想一想，请问李志凯在世大运的鞍马上一共转了几圈？答案是 A 10圈 ，B 15圈 ，C 20圈。喂，博远，我们是生活里的科学耶，这样问下去变成生活里的脑筋急转弯了，不可以问这么浅的问题啦。浅？你说我浅？那个汤马四回旋呢？哦，很厉害耶，它可是运用了大量的支撑、倒立，还有啊旋转啊、移位等等的技巧哦。哎，这个动作你说我浅？嗯，又不是只有你是这个志凯的 fan， 我也是好不好？我知道汤马四回旋以外啊，我还知道它叫做汤马四叉利滚哦，它这。是哦，不是像一般啊，人家这样子并腿去比赛的，他把腿给岔开，像电风扇一样这样子转转转转转，所以啊，才可以在这次的四大运里面勇夺金牌，打破重围。是的，棒哦，你看吧。好啊，你说你问的问题好像可以比较深，是不是？你问一个来看看呢。哦，问问题我是可以啊，可是我怕你答不出来。我答不出来，我怎么说国小也是健康操的那个校队哎。出来，我就随便你。好啊，那既然是这样，同学们，我们就跟博远哥哥一起来想一想。体操选手李志凯的汤马式回旋力运用了哪道力量？答案是 A 离心力 ，B 弹力 ，C 万有引力。1 2 3 4 2 2 3，博远，你会不会做体操啊？做体操？我现在不就在做了吗？3 2 3 4 4 2 3，不是啊，我说的不是这种体操，我说的是像世大运选手的那一种体操，像翻滚吧男孩的那种体操。哦，你说那种体操叫做竞技体操，而竞技体操哎又有分男子竞技体操跟女子竞技体操哦，而男子竞技体操还有6个项目呢，像是有跳马、鞍马、单杠、双杠、地板以及吊环6个项目，而女子竞技体操只有4个项目哦，像是跳马、高低杠、平衡木以及地板体操4个项目。哇，有分这么多种啊！对啊，那这些体操选手们，他们平常是怎么做训练的？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变变变变变，他们就在后面训练哦，你看。哎，真的耶！哇，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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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请问你们刚才是在做训练吗？对。啊，你们在练的是什么啊？鞍马。哦，那你们知道汤马式回旋吗？知道。太好了，那你们知不知道汤马式回旋它主要是用了什么力？不知道。那如果连你们都不知道，还有谁会知道啊？问教练，教练应该会知道。教练，他人在哪？他在那边。永远的鞍马王子林祥威，连续参加5届世大运，于2005年获得铜牌，2006年亚锦赛夺得金牌。来，脚打开，手顶高，顶高。好，哎，不错 ，OK。哇，教练，你好，你好，金牌国手。哇，今天
哎呀，我有点夸张哎。没有啦，教练好。难怪哦，这些学生会这么厉害。哎，不过教练，我现在要问的这个问题对你来讲应该就蛮简单的，就是汤马式回旋到底主要用的是什么力啊？汤马式回旋要做得好，最重要的就是身体的旋转半径要够大，身体还要再保持平衡，并且利用摆荡的力量来做动作。哎，教练啊，你说的每一个字哈，我都有听懂啊。啊，不知道为什么组合在一起哦，啊，我得调高嗓子。啊，魔缘。没关系，我们带过来看一下选手做示范。哦，好。你看他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是以上半身为轴心，下半身会围绕着他的重心来做旋转。来，你们注意看哦，旋转的时候脚一定要伸直，才能增加下半身的旋转半径，同时运用离心力把脚向外甩开，来增加转动惯量。哇，好厉害哦，教练，我现在已经有87分懂了。哎，所以说脚甩得越高，半径就会越大，转动惯量也就会越大咯。没有错。那他们双手这样子一直交换改变重心，是不是也是为了增大转动惯量？是的，所以他摆动的力量越大，他离心力就越大。教练，这样我就100分懂了，我好像听到关键字了。原来汤马式回旋啊，它主要的力就是离心力，对不对，伟伟？对啦，答对了，冰雹。教练，谢谢你帮我解答。不夸张。哎，不对，我还有一件事情。哦。教练，这次四大运啊，我们整个体操选手吼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哎。我怎么说，现在也算是一个大专生，我能不能够加入体操队跟你们一起练习啊？博远啊，你刚刚没有看到在练体操的那些孩子们，大家都是从这么小就开始练起，我们两个现在都这么大了，都几岁的人了，还要练体操，不要闹了啦！我是想要为国争光啊。这真的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啊，可是练体操过程很辛苦哦。哦，教练，我们两个不怕苦不怕难，我们勇往直前。没有，教练没有我们两个啦，只有他啦。喂，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人都是有无限的可能的。教练，我们两个报名。好，那我们就先从最基础的体操训练开始，跑跳爬滚抓。爬，跑跳爬滚抓。生活中体操的基本技巧在哪里？跑要快，有瞬间爆发力才能给后面的动作力量。预备，走！快点快点快点！来啦！太慢，再加速！快，太慢了！再来！好，跳要高，跳得高有足够的时间做动作。太低了！你还不够，再高一点，再来，好，再上去一点，哎，不错。爬要稳，训练手部肌肉的支撑力。快点！我腰有点酸，快点！怎么还有那么多？等一下，让我休息一下。休息嘞。稳要顺，从棍子变成球，创造最佳旋转半径。Ready。Go！ 不管是前滚翻还是后滚翻，都难不倒我们哦。换你来。抓要久，训练手掌的握力。来，再一个，来。来，博远加油！你快点，不要吵。可以，很好。好点。哟，怎样？你们两个还好吧？不太好，脚一直抖。我的手好酸哦。哎，掌握这几个动作的精髓，我们就可以进入真正的体操训练喽。教练，刚才这些不是已经算训练了吗？哎，刚刚那些都只是暖身动作而已，真正的训练还辛苦呢。走吧。走了啦。科学探测区，体操初学者的跳马练习。这就是竞技体操里面的跳马，所以教练，这个跳马训练啊，它除了可以做刚才这个翻之外，它还可以做什么？它主要就是在助跑起跳之后，推撑跳马在空中做各种的翻转的动作。教练，
那像跳马的这种比赛啊，它的计分标准是什么啊？主要分为两个，一个就是它的难度分，第二个就是它的实施分。所以，实施跟难度要怎么评？难度分就是它每一个动作都有它一定的分值在那边。那实施分就是它在动作的过程当中有脚开啦、脚弯啊、落地不稳啊，都会在这里面做扣分。所以你的动作如果越难，然后又越标准的话，当然分数就越高。是的，了解了。可是教练，这个跳马看起来好难哦，我们要怎么练啊？跳马的练习我们可以先分为前半段跳板跟后半段的跳马的单纯的练习。哦，那跳板的部分是要练什么？跳板就是要练习它的起跳，那跳马呢就是要练习它的推撑以及翻转。科学探测区用科学拆解成功的跳马动作。跳马要跳得好，最重要就是首先它的助跑速度要够快，在踩板的时候那个点要很准确，以及在空中姿势要非常的正确。哦，那教练可以示范看看吗？好啊，来。哇，好厉害哦！哎，可是刚才说踩点。姿势，这都是一瞬间的事哎，到底在哪里啊？对啊，教练，你说要踩在对的位置，可是这个踏板上面哪里有对的位置？它没有一个记号啊。大约就是在这个板子中间的位置，因为这个是板子里面弹性最好的地方。哦，对耶，因为啊，你看，如果踩在弹簧张力最大的地方呢，它就可以提供你最大的弹力，当然就可以跳得高。可是姿势的部分又怎么样才叫做好的姿势？是哎。就是我们在踩到板子的时候，我们要微微的将我们肩膀的重心向后，这样在跳板反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水平的力量转换成向上的力量。所以说，弹簧这个时候会给你一个反弹的力量，然后你本来水平的力气就会变成垂直的力量。你怎么听？垂直向上，好像有一点抽象哎。没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细部的动作分解。好哦。好，踏跳的瞬间，肩膀的重心微微往后移，配合踏板给身体的反作用力，使得身体能改变方向往上跳起。哇，教练，同学们刚才这个示范哦，太困难了啦！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不到吧？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可以让我们来试试啊？好，那我们等一下试试看，用助跑起跳做一个前滚翻过去就好了。前滚翻这样子滚过去就对了。OK 啊，我觉得很容易耶。博元，这个我就先来试。好好 ，OK， 好，加油！谢谢，我们就会。Ready， go！不行！哦，不行不行，这已经像山一样高了，这个地方。微微，哎呦，吓死我了，老师！你刚才都碰到云了耶。真的哎，我觉得我已经踩到对的地方了嘛。可是出去的时候，手跟身体就不听使唤了哎。还有，我好害怕哦。你可以先在地板上面再多做一下前滚翻的辅助练习，以及助跑起跳的这个练习再多一点之后，可能就可以克服你的心理障碍了。哦，所以说因为经过多次一点的练习啊，身体习惯就比较不会害怕了。教练，我跟你说，我可是有一点翻滚底子的，还是我可不可以直接试刚才同学们的前手翻啊？好啊，你可以来挑战看看啊。我也 OK 的啦，我相信你，加油。太棒了！挑战者二号选手博元，就位 ，Go！ 嘿，嘿，这个不对，回来！太糗了！教练怎么会这样子啊？前手翻的关键是在你在推撑的时候，手必须要用力的打直。可是你刚刚翻滚过去的时候，手都是弯曲的。哦，那一定要打直才能够完成前手翻吗？是的。为什么？为什么做跳马动作时手要撑直才跳得过？当手接触跳马时，若肘关节弯曲过大，就会抵消了跳马给予人体的反作用力，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身体，自然就会变成前滚翻。反过来，若是能在跳马上将手撑直，就能维持更多的反作用力，将身体撑起来，顺利的完成动作。哦，这样看起来手伸直真的很重要哎。对啊。可是我觉得我根本就力气不够啊，没有办法伸直啊，所以
教练，我应该要多多锻炼我的肌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支撑力。那我之后再来试试看，好。好，没问题，加油。教练，那我们可以去看看其他同学们他们在练习吗？可以啊，没问题，走吧。好嘞。科学探测区，竞技体操，单杠中的科学。哇！对，哇！就是这个，这就是在奥运啦，还有四大运我最喜欢看的项目了。哇！哇！小心小心！哇！博远，你看，哇！完美，完美！博远，你看有没有注意到，他这样子转一圈转一圈啊，到顶端的时候哦，再下来有一个甩一下甩一下的那个力量，哎哎，我觉得这力量会不会是一个关键的力量？是吗？是吗？教练？对，车轮在起始点的倒立位置，它在下浪的时候。会做一个下45度的时候会做一个挺身，是准备让它加速的前置动作。那一直到前45度的时候，它在做个举腿动作，让它比较有速度的，可以轻松的回到倒立的位置。哇，所以听起来好多科学原理在里面哦。嗯。为什么大车轮需要挺身和举腿来完成动作？单杠挺身和举腿的动作，跟人体的转动惯量。也就是转动的难易程度有关，这里所说的转动惯量就是等于人体的质量乘以转动半径的平方。向下摆荡靠的是重力，所以这时若体操选手挺身，转动半径变大，就能借由外力提供选手储存更多的动能来完成动作。反之，准备向上前就要举腿减少转动半径，选手才能比较不费力的转动身体回到顶端。哦，真的很不容易耶！你看他们一开始呢又要增大他的转动惯量，可是到了下面要上来的时候，却又要减少他的旋转半径。哇，真的好难哦！哎，不得不给你们拍十下手。哎，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教练，我的问题又来了。你看选手们啊，他们这样子在比赛的时候啊，转的都是很厉害，但是呢，一个完美落地，哎，有些选手就会这样咚咚咚往前跑了几步，好像刹不住车一样，这是为什么啊？可能就是他放手时机点不正确。哦，那有最好的时间点吗？是我的，都是靠经验或者选手不断的练习嘛。好，那当然，也不是不能用运动科学角度去分析的，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喽。好。选手落地时为什么常常刹不住车？手离开杠后，身体只会受到切线力的作用而呈现跑舞体的运动。太早放手，水平分力过大，身体就容易往前冲。所以要旋转到接近身体垂直向上前，将手放开，让切线力仅含有足够离开杠的水平分力，就可以完美落地了。哇，那这样子我明白了，体操的动作啊要做得好，其实哦还是要靠不断的练习再练习，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记住这些困难的动作。是的，所以我们都要多鼓励选手，不断的尝试，不要害怕失败，才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哦。你们这样说我就懂了。啊，懂了，博远，这样说一说你就都会了。哦，我当然都会啦，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接受我的挑战吧。科学任意门。辛苦了。你们刚才好厉害哦！我看你们在单杠上面这样子翻上翻下的，真的好佩服你们哦！给你们拍拍手，给你们放烟火。哎，不过我跟你们说，我跟伟伟姐姐可不是省油的灯哦，我们决定要来找你们 PK。是的，我们刚才在旁边已经观摩了，了解了转动惯量的原理了，所以啊，我们决定要跟你们 PK。真的假的？真的体操你们很强，但现在这个就不确定了啊！好了，来来来，你们看看这个呢，你们应该都看过，也应该会玩吧？等一下呢，你们先玩，我跟伟伟姐姐再加入 ，OK？ 谁想要先来挑战？就是你了。好，冲！妍妍，来哦，来哦，妍妍来哦！就对，就对对对对，这样出去有没有？它就是一种转动惯量，律动的感觉。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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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好，来，加油，可以呀，可以。
蛋了啦，可以出去了，蛋出去，蛋蛋，喂喂喂喂喂，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啊？现在是休息时间呢，是不是要多跑两圈操场啊？教练教练，这个很好玩哎，又很有创意，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对啊。教练，我们现在是在做体操的创意延伸，你看有没有转动惯量？转动惯量，转动惯量，体操的创意运用。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这个，你们怎么样？教练，对不起啦，哈哈。我们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带着同学们这样子玩的。好了，如果你要惩罚我们的话，拜托你手下留情。这个真的做不到了，太难了啦。对呀、啊。没有没有，我没有要给你们罚体能哦，因为现代人都长时间当低头族哦，常常都会有腰酸背痛、驼背的毛病。嗯。那我就精选了几个体操的基本动作啊，让你们每天回去练五次，就可以增加背部的肌肉。改善腰酸背痛的问题哦。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吧。科学探测区，抢救低头族，强化背肌，肌力操。好，首先双手抓住单杠，停30秒，悬垂直吊，全身放松。而吊单杠能够以自身的重量放松背部的肌肉与脊椎，借此可以改善原本弯腰驼背的姿势哦。好，现在单脚站立，好，重心微微往前倾，双手打开平举，将背部的肌肉延展开来，一次停10秒，每天都这样子做5次之后，就可以增加你背部的肌力，改善驼背以及改善你的腰酸背痛的问题哦。同学们，你们看，太棒了！这些体操的动作不是只有体操选手们才可以做哦，像我们一般人啊，在家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些动作，来让我们自己的肌肉来舒缓一下。没错，但是今天呢，我们跟着同学们这样子训练，才真的知道那些动作看起来翻滚得很欢乐，而且非常的帅，但都是在挑战他们身体的极限，而且要经过不断的练习。没错，我觉得所有这些运动选手们哦，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来实践所有的科学原理，从错误中呢，再不断的来做修改修正，才可以让自己在比赛场中啊有最完美的表现。这就是科学精神。是啊，所以啊，现在还正在运动场上努力的选手们，还有啊培训选手的教练们，我们都应该给他们拍拍手，加油加油，好棒好棒哦，最高敬意。没错，同学们，那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有趣又好玩的科学？等一下，我还有个问题还没有问教练呢。博元，你该不会还想要来实现你的金牌梦吧？我不是啦，我是想要问，到最后那个李志凯到底是汤马士回旋转了几圈？喂，好还来啊？好，推了，推，好好，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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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